Hello，好久不见。有想我吗？身体不舒服啊。身体不舒服，竟然第一个就刷到了啦，说明我们有缘分。说明我们有缘分，猫子在几号链接？帽子没有链接。Hello，Hello，hello。 晚上好。我今天我坐月子了吗？那我也得有个孩子啊，我得先有个孩子，我才能坐月子啊，要不然我没有理由进去。我得先有个男朋友，然后呢，我们需要亲亲。牵手，拥抱，他得爱我，我也得爱他，然后我们还得结婚，然后才能生孩子呢。然后刚结婚，第一天刚认识他，第二天在一起了，第三天结婚了，第四天我们的孩子就出生了，第五天我就开始坐月子，是吧？已经得手了，好家伙！你带着别人24级的牌子在我这说说这种话，鬼都不信，好吗？我都不信。看着主播长大的。贴贴贴贴，能塞几个葡萄？我为什么我那么无聊就做这种东西？一个，两个，三个，我好像有病。谁会那么无聊去读你的弹幕？远一点点会不会被封啊？不会啊。葡萄很贵的，这个是我妈带回来的。我一点都不无聊。谁秃了？而且让我戴个帽子就是秃了，我就不能不洗个头发吗？我不洗头就是秃了，多过分！那这样看，这样看就看不出戴帽子了。
不要逼我骂你。这是真发，这是我自己的头发。这是真发，就我自己的头发。我单纯是因为今天没洗头，都出汗了。啥职业？晚上上班，主播。主播任何时间都可以上班，好吗？我作为一个全职主播，我只白天没空播，也不是没空，白天我起不来。我一般就下午醒。摁那个按钮，这个吗？我这个把那个电子又回头又安了一下，风格很适合我。不能说适合吧，就是走投无路了。看我的项链。然后我手上有水，睫毛啊，你那么激动干嘛？第一次见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昨天就在我直播间。你不跳舞了？我从来不跳舞啊，我也没跳过舞。割腰子不？和我在一起吗？直播都不群里通知一下，我又没准备，我通知你们干嘛？这场直播又不会好看，我还通知你们，我准备都没有。我但凡我准备了，我有内容，我能不通知你们吗？戴帽子了，头秃了，没洗头，什么头秃了？看的是个假视频。我直播没跳过舞，还想拿这个唬住我。把谁给封了？微信咋的？我没给你微信吗？你们老说我头秃，因为我戴了帽子，脸上肉咋都没了？被头发挡住了。好了，别看了，你知道那么多干嘛？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好吧？他不是声音，我像小学生。真有意思，我给你微信了呀。什么叫又在吃？哪回见了？你哪回进直播间看到？舰长说我没通过，你名字叫啥呀？你名字叫什么？你名字是叫 GELLS 吗？你哎，不对，你名字是叫 GELLS 吗？啊，头像是那个一个女孩子拿着一个牌，是吗？不是，不是，是吗？OK，我给你通过一下，不好意思。我一直以为是，一直以为是别人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人家舰长加了我得将近快一周了。等我给你拉到舰长群里面啊。好了，好了，好了，实在是抱歉，好了。啊、哦，1个月了，好像是挺久了。哎呀，不，我都不好意思。你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你，我也爱你。竟然还有舰长群，咋的？你啊，你又不是舰长。不好意思，崩到那个屏幕上了。这是最后的电池了。那、啊、欢迎小白到喵酒馆。吃的啥呀？葡萄，还有四个。我胖了，我确实胖了。因为我觉得，我就。人生在世嘛，就得知足常乐。我长这么大，我也没怎么听过我听过我爸妈的话。决定多吃点。刚，哎呦，哎呦，哎呦，会。谢谢，谢谢，谢谢。如果直播间所有人都像你这么会说话的话，直接泳装直播。不好意思，话说的有点满了，哈。啥？大快板那身红色衣服好看。嗯，你喜欢就好。溜了溜，拜拜拜拜。今天是周四了，大家没啥可说的。Hello，我是月七，欢迎来到月七的直播间。希望我是陈月七，你们可以叫我月七七七七哥。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知道的慢慢了解。希望我们可以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晚上。希望你们可以在月七直播间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晚上。狐狸舰长大气啊！他送了什么礼物吗？我看一下。哇，感谢老板的礼物！我想成为 rap star 吗？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谢 bro，我不想，我不。开一下我的，放，先坐会儿吧，先在这坐会儿。看看沙发，看看沙发，沙发，
喜欢吗？你好，你好。打也没用，我就给你看。是有舍友一起吗？我一个搞直播的，我还有舍友，谁跟我合租？谁敢跟我合租？谁敢跟我住一起？窗外有人，我这二，嗯，这20多层啊。谁？484还有几只照片忘发给你了？你是舰长吗？你那个微信叫啥名字啊？你微信叫什么名字啊？背后有人，后面是墙啊，宝贝儿。在河北吗？我在河北啊。在河北呀、啊，舰长还有照片，不用奇怪的话。啊？名字叫不用问奇怪的话是吗？我不记得我加过这个人。等一下啊，我找一下。哦，叫迪迪是吧？哦，对，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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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发给你了，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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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你叫，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回头，我下播过后好吗？我这次肯定忘不了，叫你现在先给我发一个微信好不好？忘记了，不好意思，你先给我发个微信好吧？对不起啊，对不起。别人流泪最多多快？我不会哭，我从小到大，我今年18了，18年以来没哭过，一次都没哭过。河北哪儿？上学？不是啊，我毕业很久了。看来这个石家庄，唉，这样自己余额就哭出来了。真的可以换个封面吗？不可以啊！不可以呀、啊！我有点热了，去。是比2个月以前胖好多，倒不至于胖好多，而且我是因为前两天，有点心情不太好，然后就没吃东西。其实我瘦了，像我本来快110了，我本来已经快胖到110了，但是因为心情不太好，有2天没有吃东西，所以又瘦到了104吧，差不多。鸡汤来了，好啊，下次再来看我，好的，好的，好的。我封面难看吗？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我封面难看？搞不懂，所有人都说我封面难看。你告诉你心情不好的方法，你想减肥是吗？就当一个人穷困潦倒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你就会心情很差。要不然你把你的钱给我，这样你就能瘦了。你把你的钱给我，我保你瘦，不瘦你来找我。你把你所有钱都刷给我，肯定瘦，必瘦。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你还真给啊！感谢我们白水狗头老板的鉴赏，老板大气，老板大气。早知道去偷袭我了，为什么要偷袭我？老板大气，上舰长没有福利，祝老板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人一生平安，祝老板永远不死，爱你哦。搁屋里还是鬼？没有啊，我直播一直都在这儿。你们放首歌吧，看有点无聊。上传没有福利，你上传纯属就是花钱被骗。如果想上传的话，我建议你下载一个反诈 APP。我这不是很平，因为我电脑坏了。那放首歌吧。可爱，你是怎么看出我可爱的？哎呦，你是带着粉丝滤镜来看我的吗？我谢谢你啊。嗯，6点下班。换掉要穿的衣裳，妻子在澳洲。一下子没反应，没被骗，三思，老板三思啊！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你们放我那个什么的歌，看音箱开了吗？声音有点小，等我一下。我忘了是啥了，哎呀，等一下啊，不好意思，忘了那个设置忘开了。今天是嘻哈风格吗？不是，衣服去，反正衣服肯定不是嘻哈风的啊！你看衣服就不是嘻哈风的。哦，今天衣服穿错了。今天衣服吃，靠直播感觉不够养活自己的吧？够，靠直播肯定够，因为总会你跟十就是十个粉丝里面总会有一个老板是糊涂的，知道吧？十个粉丝里面总会有一个糊涂老板，嗯，总会有一个糊涂粉丝。没有声音。你就是刚刚那个糊涂蛋，对，你就是，说的就是你。
没有，这是真发，这是我自己的头发。红的跟桃子一样，不戴帽子好看的呀。不行啊，不戴帽子不行。我今天我没打羞辱。等我开个风扇。吹不到我。主要脸大，你知道吗？是我们狐狸老板的礼物。老板上头了，嗓子好点了没有？还好，还好，还好，好多了。今天主题是什么？没什么主题，我最近都是随缘，看心情的，都是。感谢胡皮老板道出的上空计划。老板好厉害，但还是要和狐狸老板道个歉。我不知道那个是你，我以为是某个那个朋友，朋友找我。我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啊？我听 beat 比较多，就是那种 freestyle 那种。就那种有病变，
病变的那个病变的前奏，就病变整个 beat 我都觉得很好听。但是说实话，我就说实话，你们都知道我这个人比较那个什么，我口比较那个女孩子唱的也很好听，但是我那个词我个人不是很欣赏啊。病变的 beat 很好听，然后那个姐姐的声音也很好听。欢迎那个老杨，不好意思。不，其实这首歌，我当时我是因为最近我看那个德云社比较多，所以我看了听了一首歌。这个歌是写给那个上九锡还有何九华老师的，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不好意思啊。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我发现这首歌蛮好听的，我就收藏了。然后看那个，因为那个背景音的那个男孩子特别的，我比较熟悉，我看一眼我就知道是那个佣兵，唱那个。想不自己放进冰箱，待上一天没人阻挡，是他吗？是他吧？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没有理由的，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的放开你，我们都没有闹气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理由的开 babyI'm sorry, I'm so lonely。 给你们放一个这个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地放开你，我们都没有耐心 baby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错与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Yeah, 看见心情不是不想为你，只是我们的对我少了一些甜蜜，看似很正常的远距但透的距离，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也许是成长的关系，我们是每个都告诉自己，我还是恨了你的，只是 lonely。 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没有表情，你的伤疤时间多了，没有那么多的高兴，回想起来刚开始的时间，两个人都在爱，都想办法离开，没有理由的，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的放开你，我们都没有那勇气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我们都没有错与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Yeah, 理由，理由。
会的吗？有会的，我们展示一下，看特效啊！哎呀，我们杨总要送大楼了。有会的吗？有会的，我们连个麦，我听一下呀。今天我们还没有连麦嘞，今天还没有连麦，有没有宝贝连麦让我看一看？有没有我们小宝贝儿？看特效，我看着呢。我看到东东送了一朵小花花。你会啊？你上啊！你会，你上啊！我听听呗，我听一个啊。我开始吗？喂，喂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要开始吗？啊，有伴奏吗？可以换一首吗？可以换一首吗？可以换一首，你想唱啥？你想唱啥都行。我可以唱那个《梦灯笼》可以吗？就是，那个热舞。啊，可能慢慢放下的歌有啊，那个吗？啊，对。可以啊，来啊！我喜欢那首歌，我超级喜欢那首歌，你唱吧，唱吧。来，稍等一下，我稍微看一下词。行了，他挂了。哎，我就这么不招待见。感谢我们老杨的无畏你加冕。我天哪，这是我这辈子，哎呦，这是我今年收到的第一个400以上的礼物。这是我今年收到的第一个，杨总大气，杨总我爱你，杨我爱你。嗯嗯，明天早上起床第一眼就想看到我，这样你那个我有录播啊，你看看你这个我录播的话，差不多一个录播一个小时，你看你睡多长时间，你就挂着好吧，你就挂着我录播，你醒的时候我还没睡呢。好，找好了吗？我直接凭感觉唱吧，我直接凭感觉唱，好吧。好。喂。能听到的。啊，好。啊，我会有那个吹气声吗？不好意思。啊，那我直接开始吧，嗯，棒，棒，你唱吧，直接唱吧。啊，好。啊，このまま僕たちの恋が世界の足くまで消えることなく届いたりしたらいいのにな。たらね二人でどんなことがお花と消えることない約束二人でせんのでいいよ。姉がただ何かしか書かなその言葉の目も見えなくなったのは一体いつからだろうか何故だろうか。あ、好了，够了，够用，厉害，好听的，宝贝，那你，好听的，这个，好听吗？好听的。那你是、嗯、好的，谢谢。好，拜拜。其实，等。啊，你说。不是，哎，想说，哎，就特别喜欢你，每次看到这个十点钟，哎，一刷就刷到你了，就是缘分。好，缘分。拜拜。好，我不浪费时间了。嗯，你给其他人吧。好。好听的，这个声音有点小。声音有点小，还好，挺好的。你又无法挽留，爱情。
泪去等待，不知不觉地放开你，我们都没有那勇气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做一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你亲密度是多少？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亲密度是啥，亲密度是啥？一亲密度一元，十亲密度一元啊？哦，一亲密度一毛，一毛。不知不觉放开你，我们都没有勇气 baby。我们都没有错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哦，亲密度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还要看特效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那肯定是好啊。嗓子好了吗？你听我声音像好了的样子吗？哎呀，杨总要涨一波亲密度啊，牛啊。你却总是清闲坐在他的最左边，那时我们一起纪念，也就如此厌倦一个人的大冒险，那条线那一天，把双眼再重提一遍，爱的深爱的浅，算什么？我在爱中沉溺，又被人打了气，感受到一丝怜悯。欢迎谁？欢迎二十间长，欢迎老板。我的网刚刚卡了，不好意思。看特效，我在的，我在的，你刷吧，你直接送，以后这种事情不要问我，直接送，你重新退了，重新进一下就好了。网刚断了一下，不好意思，网刚断了一下，每天都这个、不是这个点，不是每天都这个点直播的。晚上好。我能看到宝贝儿，你刚刚不是说要送礼物吗？今天什么穿衣风格？我给你看一下，我站起来给你看一下。我是上面穿了一个衣服，下面穿了一个裤子，脚上还有一个鞋。不是还有个快板。好好好，看特效，好好好好好。好近啊，感谢老杨的守护之夜，感谢杨杨，感谢我们老板，感谢老板。主播是什么职业？我是修空调的，最近那个找到了发财之道。
声音卡低频了，啥呀？啥呀？声音刚小了一下，不好意思。衣服是双层又取了一层吗？不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今天穿错衣服了，我不知道这个衣服是透的。啊，里面我穿了个黑色的背心都能看到。靠墙，我不说你们还不知道是吧？不说你们都不知道。声音卡在低频是不是什么意思？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上帝吧，我的。我吗？我声音，我的声音不正常是吗？等我一下。那怎么办？我听一下啊。我这声音是正常的，这边开的没有，我就开了磨皮。我看那些女主播都开磨皮，卡了之后声音都在低频了。看一眼，等我一下。那我重进一下试一下呢？我这挺正常的，没还有人觉得声音不正常吗？还有人觉得声音不正常吗？杨总慢走，杨总慢走，没有了。现在是男生啊，我没有声卡呀。好了，磨皮没有之前好看了，那我把磨皮关了。好了，现在没有磨皮了，还行。麦克风吹着小风扇了吗？我是没有麦克风啊，我没有声卡呀。没有对着麦克风吹，麦克风在这里啊。然后把风扇关掉吧。架子调高。
太胖了。变胖了，而且胖的是身上，脸也胖了。对不对？你怎样我都无所谓。累不累？累不累？从来都不害怕浪费。你可千万不要嫌弃我身上掩盖的烟酒味。难过的时候谁也不会独自孤单掉着泪。Baby I don't even need you. Baby I don't even miss you.没有眼镜特效，我只有眼镜。漂亮的，怎么回事？给你们钱了是吧？这气多高了，我163啊，我还能往上涨吗？不可能的事吗？你好。Hello，Hello。Hello，Hello。哦，要听那个没有理由是吧？好啊，好啊，那你唱吧。还是危险派对啊？左手保护你的，还是没有理由吧？没有理由，嗯，要能唱一些，好吧？不是危险派对是这个。王一泰那个，对，好，还没有理由吧？好，好，好，都行，都行，都行。今天可能加一点别的进去。等一下啊。还是有点激动了。I'm sorry, I'm sorry. 我们都没有猜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没有的概念。I'm sorry, I'm sorry. Yeah, yeah. 其实是不是不想回你，只是我们的没有差了一丝甜蜜。开始不能装的不许有多少距离，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一些事情上的关系。你是谁割掉自己？我爱你的只是 lonely， 不知道关心什么时候开始没有表情，你的上面事情多了没有那么多的高兴。变声音太大了，不是他唱的不好啊，不是他唱的不好，他那边声音太大了。然后他那个声卡那边可能把那个声音拉得太高了，怕我们听不到。对，所以他有杂音，有杂音，太炸了，炸了直接。唱的很好，就是炸了。对，声音太杂了。
没有，人家唱的很好，人家唱的很好，声音太杂了，啊，很棒很棒，但这就这几句就能听出来有水平了。上着红线，我明白这是老天给予的考验，可当时人们争夺出开的明天，像那繁星点点，同样遮遮掩掩的背后早已写下不朽的诗篇。如果火山喷出爆米花，你会喜欢我吗？如果天上掉下井底蛙，作为探险的朵拉，我们那首歌是啥？危险派对啊。抓了一只小孩，老线了。听了好多超级好听的歌。好听吧，我眼光不错吧。心情好是吗？今天怎么都这么捧我？不知道的还以为都是托呢，全部都是托，全部都是托。我去，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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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说对啊，都靠着你们各位捧，这么漂亮小姐姐，你这句话都不像是说我的。都是小号，再发一遍，我信了，我信了。你摊牌了，你是今天第二个这么说的了，要不然我就信了。
悲惨的，我都快哭了，太悲惨了，悲惨凄惨的爱情故事。哎呀，完了，听完这首歌，我都不敢谈恋爱呢。有被人打抛弃，感受到一丝甜蜜。完了，我要开始走心了，我要开始说一些没用的话了。完了完了，我要赶紧把嘴捂住。站起来看看，我站起来了，我已经站起来快三次了，我是真的不舒服。每次这么近都怪害羞的，因为我看到的是我自己，你知道吗？每次看到自己超级近，奇奇怪怪的。根本拦不住，天赋真努力的就不过。不是，那就是看到自己离自己这么近，我照镜子的时候也是，我总感觉镜子里面的那个自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来，所以我从来不照镜子。不舒服没有，就是身体不太好了最近。爱上自己，那倒不至于，我怕他来抓我。哎，你们知道吗？就我最近睡觉就得看一些那个恐怖的电影。我看恐怖电影，我一点都不害怕，也不是不害怕，也害怕，但我看那个东西才能睡着。看什么那个 ASMR 那些都睡不着，看什么哄睡啊，男的女的都不行。我看那些视频都不行，我必须看要看恐怖的视频，看那种恐怖电影解说，我才能睡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悟空电影啊，我就他的那个声音，他说不超过三句话，我马上就开始困了。声音关掉就不恐怖了，不是，我会把声音开，我会听他讲这个故事。啊，都是一些那个日本的一些电影，比较恐怖那种。但因为对，我必须得看恐怖电影解说，然后我才能睡着，要不然我睡不着。日本电影，对，日本的也不是电影吧，有点像那种短的那种剧，就像我们那个 B 站拍的那个不思议一二三的那种。不思议，电影啊，不思议，电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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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类似于《聊斋》，不是，是那种电影解说，不是说，就是细思极恐那种，并不是说那个鬼有多恐怖，就是细思极恐。奇妙物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解说，可能是解说那个。恐怖怪谈，不知道，反正就是讲一个。我觉得最恐怖的是一个穿红衣服的一个女孩，就是长得不高，然后
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是他给一个男孩子打电话，他出现过好几次，好几集，他出现过好几集，就这个女孩子，他挺恐怖的。里面的恐怖片一直很有意思，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用一张假钞买一把假枪。我今天本来是想要穿一个吊带的，因为我戴了帽子，我必须得穿个外套，外套里面我总不能穿长袖，所以我就本来想穿个吊带的，但我想了想过后还是算了，明天吧，明天我看一下吧。我皮肤状态不是很好，我这里还长了个痘痘，长了个青春痘。明天不一定穿呢，就打水漂。河北师大附中。谢谢夸奖，谢谢夸奖。明天蹲点，明天我万一我不播呢？万一我中午播呢？拜拜。我看过流星坠落地面，哎，见过最阴暗的局面，哎，蹲一天，吃饱了没事干是吗？突然想送花了呢，我吗？送你，送你。男装会很帅啊。欢迎飞罐头老板，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我这么腼腆的女孩子。我这么腼腆，这么内向，你们怎么会觉得我帅呢？我本以为我的父母可以自豪地对别人说我的名字。我本以为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在这个年纪，我本以为老师他会帮我解决问题，而不是嫌弃。我以为我只有在互联网上才有发牢骚的权利。为什么大家都在疏远我？我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也不在乎我在经历着什么？为什么爸爸不来问我到底心里藏了多少委屈？我有太多为什么，好像没机会再问了。我开始觉得身体不对劲，爸爸说我只是为了不想学习找借口。我天真的以为老师会相信，他说我和男同学关系很别扭。这首歌牛啊！
觉得胖了。行行，网上是我有点社恐的，其实我社恐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跟你们说过嘛，一般别人多看我两眼我都觉得不对劲，而我想的还多，因为我之前被跟踪过，然后被我之前被很奇怪的人搭讪过，所以我警惕性会比较强。但其实我是觉得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会如果他不会做什么过分的事情的话，我会为他开脱，我会觉得说他可能纯粹是想加个微信什么的，想要个联系方式什么的，我不会想那么多。对，因为我之前被跟踪过，然后所以我有点后怕。社牛，我是个好，我肯定是个好人呢、啊。我如果真的遇到自己喜欢的男孩子，我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喜欢他吧。最近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吗？还好还好。因为我也是觉得就是大家也要警惕性也要尽量强一点吧，因为现在什么人没有，但是你们也要相信中国的力量。就还是你自己警惕一点吧，我也挺害怕的，因为我一个小姑娘对吧，我要真出点什么事上哪儿，肯定会遇到对的人，加油，谢谢。有喜欢的男孩子是不是就抛弃你们了？不会啊，我喜欢归喜欢，我跟他在一起了过后可能会不直播，我会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接受的话，我会继续播下去。但是如果他不能接受的话，我也不会继续播。对，因为我是觉得。直播肯定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嘛，啊，但是如果他不喜欢的话，如果我喜欢我和我在一起的那个男孩子，应该是个男孩子，女孩子就算了，女孩子还是算了，我性取向还是别，我还是正常啊，然后他如果不喜欢的话，我应该也不会播。你不愿意，那我就播，我就播，就是我，应该可能十八。我觉得男朋友，我如果找了一个男朋友的话，肯定是我喜欢的嘛。啊，我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不容易，真的。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我从小到大我只喜欢过一个男孩子。我从小到大只喜欢过一个男孩子，怎么辨别男孩子是喜欢我的人还是喜欢身材？我不在乎这个东西，我不在乎这个东西，因为我之前上学的时候也有人喜欢我，就告诉我的那种，就直接告诉你，陈玉琪我喜欢你，然后献殷勤嘛，送我东西，然后送我回家什么的。然后前两天最近一阵子我出门也会被搭讪，但都是我很不能理解的那种，就是在女厕所门口找我搭讪，而且还不是一个男孩子，是四五个五六个男孩子啊，把我堵门口了啊，找我搭讪。我当时我觉得不对劲你知道吧，因为他们人多，如果是一个男孩子的话就。对我很害怕，而且我之前我在商场里面我被人跟踪，我还被他偷拍了，有点后怕吧。最近也是看了一些新闻，我本来我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玩笑话来讲的，我就是说哎，我被跟踪了，他肯定喜欢我，我魅力大，说明我好看。但后来我看了一些新闻，就是我现在真笑不出来说这个事情，我只感到后怕，我觉得我现在能活着是一个庆幸。
我庆幸我还活着，找个壮一点男朋友。男朋友不管怎么样，我不能按照说我要找一个壮一点的男朋友，那我找个保镖多好啊，对不对？啊，我只是他喜欢我，我喜欢他，对吧？两情相悦，那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不能，不能他喜欢我，我看他长得壮，我在健身房看了他一眼，他说他喜欢我，我说那行，既然你，既然你全身上下也这么有肌肉，那你跟我在一起吧，啊，反正我也缺一个保护我的人。虽然我不喜欢你，但是我觉得你能保护我，那对不对？对，我没钱雇保镖，那是这不是一件事儿。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但这点东西我还是懂的，啊，这点东西我还是懂的。所以，我不太想谈恋爱，就说实话，就哪怕我现在遇到一个喜欢的，我会说，我会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我遇到了一个不错的男孩子，然后我蛮喜欢他的，啊，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我不会跟他在一起。如果说，我不会主动的去找他认识，我不会说我蛮喜欢你的，我们两个可不可以加个联系方式什么的，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他找我，我也不会加他的，因为我现在这个时候。我是觉得等到我20多岁的时候再谈恋爱吧，我现在才18，我觉得现在谈恋爱确实有点太早了，而且我家里也不同意我谈恋爱啊，那不能，对吧？你不管怎么样的，父母的话肯定还是对的，肯定还是重要的，那父母过来人嘛。你说我现在我遇到一个喜欢的，你说我还没谈过恋爱，我不就是被骗的命吗？我就摆明了告诉你，那个宝贝儿，我没谈过恋爱啊！你可劲儿骗我，你说什么我都信，反正我现在喜欢你啊！你反正我现在18，你现在跟我在一起，4年过后你不用说话，我直接嫁给你，就是这样吗？哎。和你谈恋爱，我没有啊，我不到20岁啊，我不到20岁。恋爱但要保持联系，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我还没有喜欢的男孩子，我还没有喜欢的人。我如果其实我觉得我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的话，我还是会听我家里人的话，啊，但是我不是说我做什么事情都要问一问我爸，啊，我都要问一问我妈，妈宝女是吧？不是那个样子的，就是，我还在就是我要听我父母话的这个年纪，我现在我自己做决定，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我如果想着说我想谈恋爱，我想跟某个人谈恋爱，或者说我想去干什么什么，我想去酒吧这种，我想自己一个人去酒吧，或者我想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去一些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些还是要问一下我父母，对吧？对吧？我觉得因为我你想我这个年纪，我现在这个年纪顶多能自己。你都能自己做主的事情就是坐过山车啊，我能坐过山车了。能去学驾照了，买车还，我这辈子也买不了车。酒吧是什么地方？酒吧，我在商场都能被人偷拍，都能被人跟踪。我在商场里面，我去听个相声，我出去上了个厕所，被人堵那儿了。我真的觉得酒吧很危险。说实话，我真的觉得酒吧很危险。你说我在商场里面，商场里面多少人？酒吧里面多少人？商场多大？酒吧多大？那商场5层啊。5层的商场，我能在5层的商场里面被堵到厕所。我不会做饭，我没有在上课了，没有在上课了。那地方，我这是河北啊，宝贝儿，我这是河北，别店少去，我不想去。我之前我前一阵子有一次想去来着，我还跟我爸讲了这个事儿。我说爸，我想给我点钱呗，啊，
我想去长长见识，我想去长长见识，我想去夜店玩。我爸说，那小姑娘家家的，你去那儿干啥？啊，我妈，我爸就说等过两年的。你现在你自己一个人去还是太危险，是你人家小姑娘都结伴去的，你一个人你也没什么朋友。我爸就开始损我，说我没朋友，说是有点什么钱管他要。我爸就开始损我，啊，损完我了，他觉得说我说的有点过了，我有点委屈嘛，我就说了一句话，说了那么多，我爸就说不是不带你去啊，是因为有带你去了过后，我爸说是因为带我去了过后影响他发挥，肯定有小姑娘找他要微信啊。我爸就跟我开玩笑，我知道，那就算了呗，那我就不去了呗。我说那行吧，那我就不去了，我爸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真的。没有，我爸也是为了哄我开心嘛。我那一阵子也是心情不太好，我很想出去啊，但是当时没什么钱嘛，我就找我爸要，我说爸，你给我点钱呗，我想去夜店玩。都说什么去夜店要买卡座还是什么玩意儿，反正就那些东西我没见过，我没见过那些东西，还是什么要开瓶酒还是怎么的，我就找我爸要钱，我说爸，你给我点钱，我去夜店玩，去长见识，去舞池里跳舞。开玩笑啊，然后去蹦迪，然后去东子大子。但是我现在是觉得危险，现在是感觉到危险了。你说我在商场里面都能被，我真的担心我自己发生点什么事情啊！尤其我现在就防范意识超级强，我都害怕，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过年那一阵子，我那个舞蹈课我都没去。认识一下吧。你好你好你好，尿尿尿尿尿尿，家里安全。对，我就干脆那就不去了呗，我自己在家我一样蹦，我还有气氛灯，我楼下还没人，我还有音箱，我还有播放软件，我还有 QQ 音乐，我还有网易云。记得给钱。我什么没有，我还有扇子，我在家自己嗨呗，实在不行啥也没有，我自己打板，自己打点儿。数九寒天，冷风嗖啊，家里面感觉我在家什么都能干，我总觉得出门要小心，真的。我前两天我是出去，我点了杯奶茶啊，我当时是去听相声，然后去点了杯奶茶，然后我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几个叔叔，也是就说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话，我就不说了，反正然后我当时我很懵，在剧场门口，我当时都懵了，我说啥意思？几个叔真的是叔叔，就是怎么说呢？我叫哥哥姐姐，他这个都是有限制的，就是在这个哥哥姐姐这个限制是在这个比我大嘛，哥哥姐姐肯定是比我大啊，然后在要也要看面相，如果说就是实在是特别那个什么的话，再叫哥哥就很假，所以我一般看着像那个60以下的啊，不50以下的啊，看着像50以上的我就不叫哥哥了。啊，什么这个20岁朝上，50岁朝下，我一般都叫哥哥。我被听相声拿板跟人家对台，我会给他签名。啊，我给他我的签名。等一下，看看我的签名照啊，这张。我给他我的签名照，打跟室友相，我没有室友啊。我没有室友啊，看今天的衣服吧，我看好几次了，
看好几次了，那再看一次。随身携带签名照还有笔。是我看，是我可能看上你了，你要走桃花运了。转一圈，咱这个时候就别看肚子了，好吧？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吃过饭了，肚子可能有点大，我尽量吸一下啊。还行，还行，还行，再往里收一收。我们胖了吗？没有，我现在是吃饭也不敢吃，不吃也不敢。去哪儿了这段时间？我没有走啊，我这段时间都在的。我就是我前一阵子我嗓子出问题了，然后播的比较少而已。啊，我已经播了一个半小时啦。这样吧，我们最后连个麦吧，最后连个麦，连个宝贝。我想想，连个会啥的呢？啊，连个会唱歌的。兄弟们想听啥？你们想听啥？连个会唱啥的？你们想听啥？今天不换衣服，我不舒服。这两天我这样不舒服，我这两天有点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有点没有营养吧。这两天可能身体出了点问题。奥特曼，就像阳光穿破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心音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我们能够停滞不前。看一下吧，没有，就是最近，腿比较软，全身都软软的，然后没什么，最近没什么力气，然后也是心情不太好，可能有点，可能有点问题。我也这年头没点钱，谁敢去医院看病？不是那意思啊。哪里最软？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是站起来的时候头晕，像站起来的时候头晕了一下，经常站起来眼前一黑，有点可能有点，我最近低血糖还很严重，有钱也不敢去医院，有可能那我爸医保去。对，我得去查查血压低，有可能吧。对，有钱去，
我有打车的钱，但没钱治啊，没钱治病，真太快了，脑供血不足。可是就是一天有很好几次那个样子啊，一天有好几次那个样子，经常那个样子，供氧不足，经常那个样子。而且最近不太喜欢吃饭了，突然起来一下子，不是，就好几天了，已经好几天了。我今天白天也是不太舒服，我今天白天也是肚子不太舒服，然后肚子有点痛，然后就赖床了，赖到下午快五六点。啊，我一看这个马上太晚了，我今天得直播，然后我就赶紧起来，我化了个妆，我缓的差不多了。啊，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我从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我昨天晚上一点多睡的，然后一直睡到了下午一点多，然后就失调了，味道没有学生的气息了，为什么要有学生气息？更年期提前了是的，更年期应该是多大呀？我才18，不会就有更年期了吧？完蛋了！哎，我身体指定有点毛病，我全身上下60多种病，最轻的是肺癌。没有，我饮食我不是规不规律的问题，就直接不吃，干脆不吃了，也不是清不清淡的问题。我最近口味淡了很多，因为有两天没有吃饭，然后那两天是瘦了，就两天没有吃饭，我就瘦了将近两公斤，我就两天没有吃饭，瘦了将近两公斤，但脸没看出来瘦，你知道吗？脸没看出来瘦，我不是挑食，也不是。我不挑食，我就不吃豆芽，我吃豆芽会反胃，也不吃那个炸的那个豆腐，我不吃那个东西。姐还，我当时心情不太好，然后我也懒得起床点外卖，我懒得做什么，然后我也是，我爸家里给我打电话，我叫我过去吃饭，我也不想出门，啊，主要还是没什么钱，不是这个，我不是开玩笑，那阵子是真的就是没什么钱，然后我不敢出门，我出门肯定要花钱嘛，我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出门肯定要花钱，就我没什么钱，我就尽量不出门，然后我当时没什么钱，因为我马上要交房租了。然后这个马上暖气要停了，我还得攒钱，我得找房子。分手了，我得先有个男孩子吧，我得先跟一个男孩子在一起，我才能分手啊。我母胎 solo 18年了，分手了，我才不会这么伤心呢。分手了那，是啊，分手了跟没钱了那能一样吗？真是的，我真的觉得分手没什么。谈恋爱分手不是正常的吗？又还会有其他人啊。哎，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电视剧女主为什么都那么伤心，每一次就分手了就巨难受啊，分手了啥的就哭哭啼啼的啊，他不爱我，对啊，他得绝症了，怎么办？如果我知道有今天的话，我之前一定好好对他。哦，这是绝症，不好意思，串台了。那时候哭得稀里哗啦。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男孩子哭？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想啥呢？现在知道哭了。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分手吗？这就是差别大了去了。我真的觉得分手没啥的，就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就是在某一点出发，你当时已经跟他在一起过了，你们已经快乐过了，对不对？那些回忆是抹不掉的呀，你分开了只能说是两人八字不黑，
找下一个你喜欢的呗。就四条两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女孩子遍地都是吗？我还两条腿呢，对吧？真是的，动感情了就有所谓了，这不都一样吗？哪个不动感情？都动感情了，都动感情了呀！你是我见一个爱一个里面最爱的，我说什么？你是我见一个爱一个里面最爱的，你要相信我，我是真心爱你的。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愿意和你一起承受。不管你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你还爱我，我就一直陪着你，不离不弃。这样子吗？我喜欢你。我说我爱你。什么叫做爱？爱就是我想要把我觉得好的东西，我想要把我觉得世间的美好所有事物都给你。如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很开心，我想无时无刻陪着你，我想拥抱你，我想和你，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一刻都不会分离。离开我一秒，我都会开始想你。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不管，我就想和你结婚。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女孩子的？哎呀，如果有这种女孩子，介绍给我，好吧，我跟她在一起。就你们一天天的，你们就伤害她，你们就知道伤害她。就调调想起了，对，这就是姜文成老师说过的话。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女粉丝说，那个江江，那个你可不可以说叠词？说叠词超可爱的。然后姜文成老师就说，说叠词超可爱是吧？我骂骂你，我踢踢你，我打打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爱你，爱的人可是有点多呀。如果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好的女孩子，我愿意我愿意和她在一起。其实我觉得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很不容易吧，因为我一共我18年了，就喜欢过一个男孩子，我也忘了那个男孩子长什么样子了。我以为我会有下一次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早熟，我当时很早熟的，3年级嘛，我当时很早熟，我当时超级早熟，3年级我就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我喜欢他，我不想和他做朋友，我想和他在一起。然后后来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给我那种感觉的男孩子了，所有后来的所有，就包括偶像啊什么的都没有那种感觉。3年级过家长了，你不要那么说，那是我的爱情，那是爱情，我不管，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如果这不是爱情，如果我还爱你，不这样随便跳都从来，没办法呀，初恋呢，没在一起呀。这是我喜欢的第一个人，我不希望他是最后一个，我不希望他是最后一个。如果他是最后一个，那我早知道我当时好好珍惜他。我当时喜欢他就真的没有几天，因为那个感觉是一瞬间的，突然就喜欢他了，但是就过后就不喜欢他了，好像就4-5天5-6天的样子，不超过一周。为什么？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有2天没有见到他，然后再去学校，我就不觉得他给我之前那种感觉了，那差不多就是一周嘛，也不是善变，你知道吗？也不是善变，
有可能纯粹是周六周日那两天玩嗨了，玩嗨了，已经把他给忘了。但我当时一点都不觉得难过，我后来也不喜欢他，啊，然后他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和我们班另一个女孩子早恋了，然后这个人对我的印象就不是很好了，你知道吗？就我就觉得什么玩意儿，他和我们班另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了，早恋，小学呀，五六年级的时候，啊，后来我也不记得他了。我不觉得我没有为他做什么，因为我当时我也没钱嘛，啊，如果我们班有那种有钱的，可能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会买糖，给她买铅笔，买个笔，买个玩具什么的，我不会，我就默默的看着她，我觉得真好。后来再没有人给我这种感觉，包括后来上课啊。后来出去狗头舰长拜拜拜拜，女孩子像话吗？不像话了啊，不像话了。如果你会遇到了一个很深情的女主播，你会和她在一起吗？我一直以为大家可能会对女主播有什么偏见啊？如果说女朋友之前是做女主播的，你们可能会和她分手吗？不是女孩子，是男孩子。他刚刚问是不是女孩子？就如果什么时候离异的，我还没谈过恋爱呢，宝贝儿。就如果说我喜欢你，啊，如果你对我有一点点意思啊，我说我喜欢你。但是如果你介意我直播的话，我可以不直播，但是之前我直过播的那些经历我肯定是删不掉的，对不对啊？什么玩意？就我这种类型的女主播，因为我经常被造谣嘛，我经常会被说什么空降，然后被说什么搞黄色的女主播，但我现在我喜欢你，我想要和你在一起，就只要是你不喜欢的我都可以戒掉，但是你让我做饭是不可能的，好吗？你让我做饭，你让我给你生孩子，让我在家里面给你看孩子，让我在家里面给你相夫教子是不可能的。但其他的只要是你能说到的，我尽量的满足你，在我愿意的情况下。会吗？你会和我在一起吗？就在我之前那些直播记录大家都知道，对，粉丝私信我的那些其实都不是粉丝，给我发那些很恶心的，不介意你会怎么办？真的假的？你说实话，万一我以后只找到个喜欢的。我替你去考试，我也不行啊，我也不会演那玩意儿是，如果真的遇到喜欢的就不会这么说了，不会啊，我都已经想好了，是该说什么话我都已经想好了，无意占用了公共资源，我很抱歉哦，对不起这么多粉丝对我的喜爱啊，对不起这些粉丝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支持，但是我真的很抱歉，我有喜欢的男孩子了，他不希望我再继续直播了，对不起。什么时候分手了我再回来。未雨绸缪。无意占用了公共资源，我很抱歉，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这么伤心，很感谢这个我们的七夕。我管你们叫七夕。如果说就是什么样的表白你们会接受？已经开始哭了。不会不会不会离开你的啊，摸摸头啊，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啊，我最爱你了啊。发生什么事情了？没有，我们就聊吗？聊天吗？
不做饭每天吃啥？不吃了呀，就不吃了呀，不想吃嘛，不想吃就不吃。才算英雄，多少人向我表白了？我数那玩意儿干什么？我还得骄傲呗。我不会数那个东西，但是不多吧，不多也不少。我比同龄的女孩子可能更受欢迎一些吧，但我没什么朋友，总有女生觉得说我跟男生关系很好啊。现在那个很流行那个词叫什么？汉子婊啊，总有人觉得我是绿茶。我没什么朋友，我真没什么朋友。因为很多种，有人说我说那个我跟其他男孩子关系好啊，说我跟男孩子关系好就不太需要他们。我愿意当你哥们吗？我不愿意，我不愿意，都是兄弟，都哥们是吧？都咱哥们。认识朋友就多一个，那就是你。好，因为我就其他女生怎么说呢，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是学校里面，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有人喜欢我，有人大张旗鼓的喜欢我，说我喜欢几几几班的那个陈月希，陈月希，就告诉所有人那种，宣誓主权，就是有一个男孩子特别自作多情，啊，也不是，我不是说他不好啊，我不是说他不好的意思，就是他想要告诉所有人，就是我是他的，他想要告诉所有人我是他的。然后就不想让别人碰我，不想让别人动我。他觉得，反正他喜欢我，虽然我没有接受他。我们抛开事实不提，我觉得陈月希可以和我在一起，就那种特别懂，懂哥。啊，而且我刚开始还会拒绝，我刚开始会拒绝啊，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谈恋爱的想法，我不想早恋。后来我就。后来我不说话了已经，但我不是默认啊，我不是默认，我就是后来已经不说话了，因为都是同一类人，同一样的，我会觉得说他们，就我挺羡慕他们的，这个是真的，我挺羡慕他们的，我觉得他们能够有自己喜欢的人，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而且很勇敢，他会去追求，他会告诉他会表白，不像我。我也没有表白，虽然喜欢了没几天，但是我没有表白，就很难受，就很难受。如果我当时表白了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个样子了？我是不是就不会单身18年了？但是这样看你们都有分，啥呀？哎呀，算了，就这样谈感情，我没有谈，我不配谈感情，你知道吗？我不会跟你们谈感情，我也没有恋爱经历，我也不会，我不能跟你们说什么特别多的那种鸡汤，不能跟你们说什么啊，你们应该怎样，没有什么应该的，但是。就你们也就听一个乐呵，你们不可能真的听我的嘛，我说的不一定对嘛，就我是觉得啊，还是要勇敢一点，如果你的年纪允许的话，如果你的关系允许的话，你不能喜欢一个有妇之夫，有妇之夫，不好意思，我是你超勇的啊，就在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年纪小一点也无所谓，但不要影响学习，千万不要影响学习，要不然你就会变成我这样。
一本。好了，有链接，人都想以后我带货得了。就年龄小，比如说啊，高中学业要更重很多。比如说你小学什么的闹着玩都无所谓，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次有喜欢的人是什么时候。如果我知道，就从三年级那一次，就从我三年级多少九岁那一次过后，就再也没有过喜欢的人的话，我当时我一定会问，抓住他的手，我告诉他，把他拉到我身边，好男人，我看上你了，把他逼到学校墙角，把他逼到男厕所，把他逼到男厕所。给他写小纸条，我爱你，我想跟你结婚，你要结婚呢，新娘不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但我其实不我后来就不怎么喜欢，我甚至我后来有讨厌过他一阵子，我后来有讨厌过他一阵子。我当时我觉得早恋的人脑子都有后来就不这么觉得了。就想买这个是胖弟弟的，就是我上次搜的是解压的，但我就是单纯拿来打拍子用的。我搜很多遍，因为我那个快板声音太大了，我快板声音太大了，所以这个声音小一点拿来打拍子啊。好了，我走了。这个晚上有你们真好，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轻松的晚上。希望各位下次直播继续爱乐器，希望各位下次直播继续爱七七。我是七七，你们可以叫我乐器七七七哥。该知道的都知道，不知道的慢慢了解。拜拜。总拳出击。So I kept my cards closed.